如果你们有机会来马来西亚旅游的话，你们学会这句话非常管用。来，红叔叔写给你们看。讲点啊，terima kasih 就是谢谢的意思，谢谢你的意思啊。这句话，如果你马来亚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，你们只要讲 terima kasih，小大事就化小事，小事就化无事，最后成为好朋友了。所以你们这句话一定要学会哦。terima kasih。Terima kasih. OK，红叔下回与你们再见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红叔说声 Terima kasih，拜拜。